只鸡，三角锥，请标记用黄色杆的鸡三角锥。好，今天呢非常的开心，邀请到了六年人班的几位同学来为我们带来舞蹈的表演。大家王方玉，大家好，他们王方玉。同学，请问有什么名字？我叫陈子轩。他叫做陈子轩。同学，请问有什么名字？我叫刘云芝。他叫做刘云芝。同学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名字？我叫方瑞琪。他叫汤瑞琪。Hello， 请问有什么名字？我叫王成平。他叫做王成平。张家胜，他叫做张家胜。张家胜有没有？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有特别的大来宾，就是我们在右手方有一群香港来的学生，请大家跟他挥挥手。好，谢谢大家挥手，我们在这边好。好，谢谢，那请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表演。Thank you.